小七月起床喽，小七月，一起床就翻来覆去，滚来滚去。你看他身体长不长？现在，等下去打预防针呢，打好预防针，我们要去义乌呢。小七，早上好，爸爸给你擦香香啦。就是爸爸才想想，他才不哭的，咦，是吧？好想吃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还是有点抗拒，虽然不哭。对，他不喜欢擦香香。他不喜欢在他脸上动来动去的，人家可是个小矜持的美女哈。你赶紧把我手推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带小七月宝宝打预防针去，妈妈。妈妈，左上臂，对，打的是手部好的，不哭了，今天也不哭啊。没啥反应，根本就。哎呦，今天有点晚。不怕不怕。今天难受了，哭了没有？你没哭啊？他就象征性的给你来一下。今天又扎了一针了哈，今天哭了一秒钟。今天打的是手足口，自费疫苗。能摸，这个是别人的，不能摸啊！摸爸爸手可以的。我们现在疫苗已经打好了，刚刚碰到一个跟他同岁的，差两天的，人家长了六颗牙，我看到都羡慕了。我们的，我们还没长牙迹象哎。这是正常的吗？那上次医生不是说正常的吗？但是医生说一岁以前长牙都是正常。但还是有点着急啊，人家都长了，你咋不长呢？你是让自己无牙状态多坚持一会儿是吧？我们把他送回家，我们就马上去义乌了。是的，对，出差喽。对，因为明天520嘛，520的话要给大家带来一场珠宝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我们回去喽。走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爸爸妈妈出差去，我们，啊，你乖乖在家里跟外婆啊。妈妈，她今天别给她洗澡啊，今天打了疫苗。啊，我们走了。哎呦，老妈辛苦了。我在家有啥辛苦的？你要吃好，不要随便吃啊。拜拜。我就偷偷摸摸啥好吃。走吧，走吧。拜拜，你要送爸爸妈妈？送一下啊，送一下，送一下，我们也去。